俗话说啊，不懂敞口不完原石啊。今天呢，阿林给你们一个任务啊，你们来猜猜这块料子是什么敞口啊？先给你们看一下皮壳，皮壳的话还是挺老的啊。然后给你们打灯看看开窗的位置，紫不紫？紫，标紫。对，还有这边，这个开窗的话还是挺紫的。然后这些是开窗的表现啊，这边还带一点色啊，春带彩的，目前这边是，看到没有？是的。然后给你们看不开窗的表现，你看这些，这里有蒙带，看到没有？这里一条，这里一条。这是水路，我看。对，水路。看这里有绿啊、哦。对，这里有打灯的话又感觉绿绿的，看到没有？这里呢？这里是一样啊。那为什么看是紫的嘞？开出是紫的，这个就是敞口的特点了啊、嗯！这个就是要看你们的功底了，功底了，对吧？平时总是我告诉你们这是什么敞口，今天呢我就不说啊。今天也是难得一遇啊，也是市场上还是比较少见的，像比如这样的翡翠啊，这样类似的一个黑皮能开出一个紫料，但是这个黑皮你们还可以再好好的观察一下，看到没有？是的，这边还框渣。嗯，对，打灯的话几乎都有这样的带色带一点色的表现，全程这个表现啊。对，全程这个表现，这边给你们翻过来看看，这些表现都是挺好的。是不是很多人推拆莫忘记啊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这个就看你们的平时跟阿林跟那么长了啊，就看你们的功底了。评论区见嘛，到时候评论区给大家公布答案啊。对了，好吧。